人行道进行机车，我讨厌写功课，我的肚子好饿哦。豆哥，不如我们休息一下吧。不行啦，没写完珍妮会生气的。也对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你吃披萨。前100位来电顾客有免费披萨。免费披萨，好哎，现在就去吧。等一下，珍妮还在等我们哎。那我们带披萨给她，我相信她也会很高兴。真的吗？当然了。抱歉借过，抱歉借过。我没时间休息了，准备好了，得再去一趟才行。凯文，我们还没到吗？应该就在这附近啊。按照地图上画的方向来看，找到了，快一点！不是这里啊！赛车真烦，好吧。好，这里是第七间。不好意思。我想应该快到了。等等，我闻到了是披萨的味道。真的吗？好哎，你的鼻子很灵。已经很接近了。找到了。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是热狗。你要买热狗？热狗哎。快走啦，道哥，这样会错过免费披萨的。热狗，我们就快到了。他们真的会提供免费披萨吗？应该吧。就在那里，快点啊。剩最后一个披萨了。应该是要走这边吧。好。有辆摩托车骑上人行道了。快点，道哥，就快到了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是摩托车。你们没事吧？我们在哪？难道你不知道摩托车是不可以骑到人行道上的吗？真的非常抱歉，我没注意到自己骑上人行道了。哎呀，反正我们自己可以躲嘛。是吗？千万不可以。如果在路上看到摩托车朝自己冲过来，千万不可以左右闪躲，应该要停下来让摩托车先过去，或是尽快靠到墙边站着才对哦。还有，摩托车的速度虽然比汽车慢，但还是很快的，所以在巷子里行走、下公车或是走在路边时，一定要更加小心才行。像你们今天左右闪躲的行为是很容易发生意外的哦。我们知道了，玻璃。怎么这么晚来？我很抱歉，珍妮。对不起啦。过来吧，这
个披萨凉掉前快吃吧。什么？哇，是披萨！好好吃哦。哦，道格，一次吃一片啦。